因为他没有停车位啊。他真是不要，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有停车位你才能拥有车啊。没有啊，那个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，只能解决后面的，前面的已经没救了。他们前面已经没救了，法律太动太慢了，前面已经没救了，只能放生，后面还有得救啊。我们要吃什么啊？牛排啊。好，我们再见面。